我不希望在彼此相处的过程中过分讨好对方。十二号。大家好，我叫刘云杰，来自山西太原，目前在一家建筑公司工作。我想问一下男嘉宾，就是你所说的刻意讨好对方是指哪一些方面？对我来说，刻意讨好，打个比方，我每次都送你东西，这类型的人是有一个目的性的，对对方的好，因为他想得以回报。我自己不太喜欢这类型的人。好，明白了。三号。Hello， 男嘉宾，我是三号女生，我叫王双，来自安徽合肥。我想问一下，如果明天是我生日，然后前一天我们生气了，你还会去为我准备惊喜吗？当然会，一定会，因为生日是一年只有一次，而且过去了就回不来的，所以是意义非常重大。那这种算刻意讨好吗？我不认为我会去刻意的，而且我是要考虑这是什么样的事情，是一件很大的事情还是芝麻绿豆的事情，就是要分情况。对对对。